走，我们来吃饭了，走。哎，对他们家的，哦，因为晚上他们太早离开，我就早上喂他们来。走，快去走。我都要跟人家解释呢，解释为什么要喂你们呢？哎呀，我的今天已经摔坏了。好，来，快来吃。哎呀，肚子饿。妈妈，快饿坏了。我也没办法，哇，你不舒服了，等一下。没事，他们回去了哈，没事，快来吃，吃饱，快来，没事了，哦，快吃。